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的《非常六加一》。感谢，非常感谢非常舞蹈团的漂亮的姑娘们，热烈欢迎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非常六加一》呢，非常乐意和大家保留一个亲密的接触。如果你们有什么梦想、愿望或者想法的话呢，可以编辑短信发送给我们，移动、联通、小灵通的编辑短信发送到10668009716，10668009716。如果你要发送短信的话呢，我们就会储存，选中你之后呢，就有可能砸金蛋，砸出金花，你的愿望实现。现在我们要随机挑选出十位朋友，我要和他进行电话连线。来，电脑数据准备，停。停。好了，这十位朋友的稍后呢，我要和你进行电话互动，但是呢，我们有规则在先哈。如果电话接通之后呢，不响，您要不接，或者是您是彩铃，在规定时间内，您要不接通。接电话的话呢，您就和幸运的擦肩而过了，那幸运呢就会回到我们的现场。不过还是要感谢你们对《非常六加一》节目的支持。来接通第一部电话，信息来自内蒙古。喂，喂，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我是李勇。啊，李勇，李勇啊，李勇。你好，你好，你好，请问怎么称呼？我姓高。啊，高女士啊，你是希望《非常六加一》赠送你和你老公婚纱照一套，对不对？对，当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有一种结婚没有照，现在我俩都吃胖了，我老公都不跟我去照，我就想给你发个短信，如果是《非常六加一》李勇要是赠送的话，我老公肯定是气着气着跟我去照了。好，高女士，谢谢，谢谢你对《非常六加一》节目的支持。那这样，十颗金蛋，序号1到10号，您选择一个号码，金花四溅，婚纱照。啊，那我就选一号吧，因为4月1号是我的结婚纪念日。哦哟。好，高女士，没有问题。一号蛋砸开之后呢，是金花四溅。那婚纱照呢，由非常六加一帮你老公解决。谢谢你，再问你老公好，祝你们白头到老，也祝你们结婚日啊能过得有意义啊。时间关系，挂线了，再见。连线。信息来自江苏。喂。哪位啊？你好啊。哦。勇哥，你怎么知道我会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的李勇呢？我刚才听出来声音了吗？啊？听出来的声音？听出我的声音了？啊，对呀。我声音那么好听吗？真的是，经常看你的节目嘛，所以就熟悉了嘛。别给我先说好听话哈，我要做一番盘查的。怎么称呼？韩。小韩啊，小韩，你说你女朋友的生日就要到了，想送她一台我签名的数码摄像机。对啊，我在数码摄像机上能签名吗？我刻我。随便。然后他拿着 DV 机到处拍，然后人说，上面是李勇两个字刻的。那选号码吧。6号吧。6号。咱们说好了哈，如果金花四溅，我就往 DV 上刻了啊。好的，好的。好，6号蛋砸开之后呢，还真是金花四溅。感谢你们对《非常六加一》节目的支持，但 DV 机上要刻字，那我一定是要实现我的诺言的啊。好的，好，谢谢，我们会随时跟你保持电话联系的。有时间关键挂线了，再见，再问你女朋友好。好，继续连线。信息来自山东，尾号是手机尾号8408。你好。喂，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
我是李勇。啊，你是李勇啊？是啊。哎呀，你好，你好。请问你怎么称呼啊？啊，我姓杨。姓杨啊？啊，对。是在山东，对不对？对。要做妈妈了是吧？嗯，是的。需要一套幼儿早教图书或者光盘，没有问题哈。现在还有八颗金蛋，任意选择一个号码。选择四号蛋吧。四号蛋。啊，对。好，四号蛋砸开之后是金花四溅，感谢你对非常六加一节目的支持，杨女士，没有问题。幼儿早教的图书光盘呢，由非常六加一送给您，我们会随时跟你保持电话联系的。注意啊，做事要慢，要希望胎儿呢健康啊。那时间关系，我们就挂线了。再见，老公好，再见，连线，福建。你来自福建，手机尾号3214，突然心血来潮，想养几条金鱼。哎，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我是李勇。哎，李勇你好，怎么称呼？啊，我叫黄。黄先生啊，希望有一套带氧气的鱼缸。对，我以为你想只要几条金鱼呢。好，黄先生，现在请选金蛋，选号码。金花四溅带氧气的鱼缸，我选八号吧。八号，选啊！哎，好，黄先生，八号蛋砸开之后呢是金花四溅，感谢你对非常六加一节目的支持。带氧气的鱼缸由非常六加一送给你，我们会随时跟你保持电话联系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挂线了，再见。好，再见，再见，继续连线。信息来自北京，尾号是手机尾号3733。因为自己和女友都有些胖。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现场跟。向大家介绍一下，怎么称呼呢？啊，我姓李，李焕。李焕，小李啊，来选择一个号码。七号。七号啊，来，过来。好，恭喜小李，彩屏手机一款送给你，谢谢。来，继续连线。信息来自安徽，手机尾号5282。喂喂喂，你好。哎，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我是李勇，你好。哎，李老师你好。你好你好，请问怎么称呼啊？我姓杨啊。杨女士，想送你老公一款好的剃须刀。对。干嘛自己不去买，自己不会挑？我不会买了。因为我是男的，我刮胡子，所以我就会选好剃须刀。对对。然后呢，这个信息你老公知道不知道？我老公不知道，我想。然后我把剃须刀寄给你之后，你告诉你老公，你说是我给你买的好剃须刀。对对对。哎对对。哎，杨女士来选金蛋。二号蛋、三号、五号、九号、十号，还有五颗金蛋。啊，好，这样吧，你选二号吧。二号。好，杨女士。哎。二号蛋砸开之后，金花四溅，感谢你对非常六加一节目的支持。好的剃须刀呢，由非常六加一送给您，我们会随时跟你保持电话联系的。再问您老公好，有时间关系我们挂线了，再见。哎，好的，谢谢。谢谢，再见。信息来自河北，手机尾号0751。平时工作很忙，神经很紧张。喂，喂，哎，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我是李勇，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请问怎么称呼？免贵姓马。马先生哈。哎，对对。现在需要一把吉他啊，因为平时工作很忙，想休闲一下，来点响声。马先生，三号蛋、五号、九号、十号，四个金蛋，任意选择一颗。十号蛋。
好，宝剑圣十二弹砸开之后，金花四溅。感谢你对《非常六加一》节目支持，一弹弹由《非常六加一》送给你，我们会随时跟你保持电话联系的。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挂线了，再见。再见。继续连线。信息来自河南，手机尾号5041。暂无法接通，我们将以短信方式通知机组和邮政信息，感谢您的支持。来，姑娘，向大家介绍一下怎么称呼？啊，我姓裴。小裴呀、啊，选择小裴。359。选五号。来。谢谢小裴啊，帮我们排除了一颗空蛋。继续连线。还是给你男朋友买一个好手机。信息来自辽宁，手机尾号5217。生活在变，体重不断在长。您所拨打的电话。长。六。十。零。大家介绍一下怎么称呼？大家好，我姓马，叫马强。小马，3、9、2选1。选三。三。选三号。来，自己来。彩屏手机一款送给你，谢谢。还有最后一个金蛋啊，连线。信息来自江苏，手机尾号1310。怎么称呼啊？大家好，我姓张。好，小张，来，唯一的一颗金蛋了，九号蛋。好，彩屏手机一款送给你，谢谢。好了，那再次感谢所有朋友对《非常六加一》节目的支持。那时间关系呢，十颗金蛋就这样报销了。那如果你们有什么梦想、愿望或者想法的话呢，可以编辑短信给我们。移动、联通、小灵通的编辑短信发送到10668009716，说不定呢，我们就能帮上你的忙。正在播出的是中央电视台的《非常六加一》，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今天又会有三位主人公要登上《非常六加一》的梦想舞台，来圆自己的舞台之梦。那么他们究竟会是谁？一号主人公会有什么精彩表现？二号主人公会有什么精彩表现？三号主人公会有什么精彩故事？我们慢慢来了解。首先呢，让我们掌声请出一号主人公，来自青海的青错。20岁的青错，如今在西宁市一家发廊做学徒工，在发廊里，像叠毛巾、扫地这些杂事儿，都是由学徒工来完成。青错在这里首先学到的是给客人洗头，这样洗一个头大概是半个小时，有些时候如果发型师忙不过来，洗头的时间会更长，这样洗一个头下来，手有多累，我们是可想而知。看着镜子，鼻子一定要向左下走。大师傅偶尔也会教青错两招，青错也会默不作声地在一旁看着。其实大师傅看出了青错的心思。
清错吧，我叫他剪头洗头，哎呦，这咋说呢，就是好像感觉他的心思好像不在这方面。这破旧的出租楼就是清错在西宁的家，屋子里塞满了一个女孩简单的生活和美丽的梦想。每天这样简单的晚饭之后，清错会去一个藏式歌厅表演。也许由于我们拍摄的原因，今天给清错献哈达的朋友特别多。我非常喜欢唱歌，不管以后有多苦有多累，我都会坚持走下去的。我也相信只要我坚持了，一定会有一个更好更大的舞台在等着我。请客好，先上在座的朋友们，你们好着啥？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喝酒吧。现场所有的朋友们，你们好着啥？好着啥什么意思？你们好，给大家打。你们好着呢吗？嗯，你们就这个意思。嗯，好着。哦，是这样哈。嗯。青浦话哈。那你从高原来到北京什么感觉？想睡觉。想睡觉。因为我们那边海拔有3900多米，然后氧气，因为你们这里人去了那边会缺氧，然后呢我到了这边氧气太多了，然后醉氧。刚开始来的那两天吧，排练的时候音乐声特别的大，而且我们的排练舞蹈老师顾老师呢特别严厉，但是我还是想睡觉，一天昏昏沉沉的。出国倒时差，然后星座呢从青海来北京的倒氧差。想问一下星座，你在西宁啊洗头啊，洗一次头洗一个洗一个脑袋啊，洗一个脑袋能挣多少钱？洗头呢只是学徒工，我们是小工。嗯，小工。然后洗一个头有2块钱。一个脑袋2块钱，一天能洗几个脑袋？四五个脑袋。10块钱。然后主要的是我晚上在歌厅唱歌。歌厅唱歌呢，我们那有一个就是老板对员工的一种奖励，就是客人上台会给你献哈达，献一条哈达有3块钱的提成，也是老板对我们的奖励一种。然后呢有的时候你唱得好加上运气好呢，客人有的时候也会献好几条哈达呢。对了，刚说话忘了，这就是说在歌、哎，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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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还是我通常是这样讲，因为你看我穿一身礼服吧，挂着哈达呢，非常感谢。但是像晚辈给长辈献哈达的时候，长辈还给晚辈是对你的祝福，对不对？嗯，对，有这个习俗吧？有。来，你再戴上。加西德勒。哎，3块钱扯平了哈。好。扯平了啊。好。加西德勒，谢谢。好，谁也不欠谁。这个喜欢唱歌。但是呢，清错这次来到非常6+1呢，其实是来弥补一个遗憾，来到目。
这蓝天白云下的高原小镇就是扎西青措的家乡门源县。顺着一路的绵延山脉，我们来到了这雪山下的中学，拜访了青措高中时代的老师。提起青措，老师显得不是很满意。青措这个同学，以前我刚带他的时候，他确实是一个好学生，上课的时候听课认真，但是后来这个同学呢就发生变化了，上课的时候经常开小差，有时候我发现他好像在做笔记，但是实际上他在抄歌词，这个时候呢我特别生气我就把他赶到教室上面去了，我也很失望。不管他现在做什么，至少从学生的角度来说，他不是一个好学生。从学校再来到青措的家，妈妈拿出那些破碎的奖状，对于青措的现在，妈妈还是长长的叹息。可惜的是，大学也没上。语文第一名，统考五年级的时候，上中学的时候，演讲呀什么的都难，都羡慕我有这样一个女儿，很高兴。也骄傲的很，有这样一个人真的骄傲的很，不管是干啥都没操过心，真的没操过心。青措一直从小学到中学，上高中以后再操心的很，再就不好好学，一直就想着外面出去唱歌，买本子买练习册，说是这样的，出去全部买磁带了，让他唱跟我们操，家里跟我们闹一天，好好不吃饭，最后闹到他出家离家出走了。留了一个纸条，说是妈妈你别生气，我一定要唱歌出去唱歌去。就这样他离家出走了。不管怎样，我还是想让他上大学。小的时候这么好的成绩，可惜的很，出去这样。我希望他还是回来上大学，好好考一个大学去上学呗。刚才我在看这个短片的时候呢，无意当间可能大家都没有留意啊，好像青措还有一个汉名，叫什么名字？我上小学那会儿，我有一个汉名，名字叫徐雪莲。徐雪莲啊。高中就喜欢唱歌啊，然后呢为了唱歌离家出走了，母亲老师呢都不原谅，这得批评你了，你觉得这样应该吗？不应该，对吧？这次我们从你母亲那里呢带来了两样东西，一样东西呢就是青措离家出走的时候留给他母亲的一张字条，我来替你读读吧。妈妈，跟您和爸爸闹了这么多天了，我也想了很多，我决定自己出去闯闯。我知道如果我这样走了，你们一定会对我失望到极点，我也知道以妈妈的脾气几乎可能会不认我这个女儿，可是我喜欢唱歌，我想真正的凭着自己的实力去拼搏一下。爸妈，原谅女儿的叛逆和自作主张，女儿走了，女儿一定要出人头地。落款是不孝的青措，2005年2月15号，也就是2005年春节的第二天。你这样走了以后，妈妈找过你吗？找过，
妈妈当时还是想让我回去读书，但是出于我自己的倔强，我有时候妈妈来叫我的时候，我都是刻意躲避妈妈，我都不见妈妈。你现在觉得后悔不后悔？17岁做过的事情，20岁再后悔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一定会坚持唱下去的。刚才我说从青子的母亲那里呢带回两样东西，第二样我们刚才啊在短片当中呢看到青子的母亲非常的伤心，因为呢她在整理一大堆撕碎的奖状。为什么都撕碎了呢？因为我想唱歌，我跟家里人这样闹的时候，然后妈妈就把这些拿出来说，你看你学习多好，你应该学习怎样怎样，妈妈这样说的时候，我从妈妈手里夺过来把所有的奖状都撕了。我们整理了这些奖状，而且我们的道具老师呢也用塑胶专门把它修复好了，也不会再坏了。我们来看看3好学生徐雪莲同学，这是1996年奖给徐雪莲同学，在全学区，学区就指5个学校3年级语文通考中荣获第1名，特发此状。奖给徐雪莲同学，5年级语文通考中荣获第1名，特发此证。98年，你就舍得把它撕掉了？当时什么都不想，就是想着我一定要唱歌，而且在唱歌上我一定要出人头地，根本就没考虑到父母的感受。好，你刚才也讲了，现在也没处买后悔药，现在这些奖状原封不动地还给你。谢谢。好好保留。青子，梦想之门即将为你开启，现在请你步入自然堂梦想之门，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祝你好运。到达，实现了整个渴望，才能够。
想通过这样一个舞台得到你们的原谅和认可，我也想通过最初的梦想这首歌来告诉我的父母还有我的老师们我的坚持我的梦想，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们认可我，希望你们看到一个重新为梦想而奋斗的青错，忘记过去伤害过你们的那个青错。谢谢。其实本来我想告诉青错呢，就是到目前为止据我们所了解呢，老师还是不原谅他，青错的母亲呢也希望他能够回去继续读书，但我还没说出话来呢，青错呢已经表白了。我不知道电视间的青错的母亲看完之后呢，是不是有些许的安慰？那老师呢，也应该原谅嘛，因为他还年轻。所以我们也希望青错呢，能够好好的读书，好好的唱歌。相信你最初的梦想，总有一天会实现。谢谢。希望青错今天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好，谢谢青错。谢谢。正在播出的是非常六加一，马上就是第二号时钟，不要走开，马上回来。播出的是非常六加一，马上就是二号主人公。现在我们用掌声请出二号主人公李书明。这是一个特殊的三口之家，82岁的爸爸，80岁的妈妈和53岁的李书明。这些年，李书明一直照顾着家里的两个老宝贝儿。虽然爸爸身板不错，李书明也坚持带爸爸去输一些保健液体。这回这一夜快吗？嗯，慢的。家里的妈妈也是个爱漂亮的老美女，和我们说好在单独拍她之前，一定要给洗个头。跟孩子一样，有时候老得哄着。高兴一点，劲儿就来，揉揉耳朵耶。虽然80岁了，妈妈眼神还很好。女儿要上非常六加一，妈妈拿起针线要给女儿缝点什么新花样。爸爸也是女儿的粉丝。这次李书明上非常六加一，还是爸爸看到了报纸替女儿报的名。书明，那个你看六加一又开始了啊，你想我尽量的争取啊，这次一定能参加。对对，没问题。我说李老师啊，这么多年咱独善见着面了，见着活的了。觉得您啊，您这个身材都非常好，你干嘛装扮成老头呢？父母都80多了，主要是让父母啊晚年有个乐子。你这大姑娘，你像大姑娘似的。不行啊，你头发是假发还是卷发？我这是假的，我假的，我给大伙拽。你看多年轻。你们都得叫阿姨。短片当中看到了两位老人家都挺好的，父亲今年高寿啊？82。哇，母亲呢？80。80哈，李大姐呀，来非常六加一，二老都非常的支持啊。有李大姐的母亲还特意准备了一件宝贝，要不？女儿要上非常六加一，妈妈拿出了一双满载记忆的舞鞋。李书明啊，从小就爱唱，爱蹦，爱跳，做梦都愿意要这个鞋。这个鞋啊，是给人家要的。这双鞋你看中吗？人家心里也不给呀，对不对？一只大一只小，是人家这旧的，不要的，天天穿上，压腿，在床上也是那样。蹬墙压腿，就这双鞋还当宝贝，别的都扔了，这个没扔，跟人要的。这宝贝啊，就在我手里哈、啊。
但是先请李大姐呀、把老母亲的这话呀能给我们翻译翻译，我一句没听懂。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像舞鞋这类的东西没有商店去卖这个东西。当时我把这个想法跟我母亲说完以后，母亲折脸，当时这双鞋就是这么要来的，还不对称。为了这双鞋哈，我母亲把它弄成酱子哈，粘了一个红面。当时拿着这双鞋，我的心情就跟那个面儿一样的火热。好几次搬家哈，我这双鞋都没有拽，那个面儿都烂了。您第一次穿是在1967年，10岁的时候，这都成文物了啊。现在怎么样？现在现场能比划比划吗？我找位这个管仲啊，他做什么，您就做什么，行不？行，没事。来，有请。来，告诉爷爷，不是，告诉伯伯，今年多大了？5岁半。我叫什么名字？李浩天。李浩天啊，你跟这奶奶呢相差10倍的年龄啊。现在呢你做什么动作这奶奶就能做什么动作。你打算第一个动作做什么？横叉。来，横叉。哎呀，好，横叉。接下来呢，竖叉。还有吗？小细腿。开始，哈哈哈哈。还有一个这个童子功的这个舞蹈啊，叫搬腿，行吗？李大姐你行吗？来，搬腿。搬，你搬。哎，这童子功还是厉害，好好努力，到10岁的时候你就能站得稳了。来，把奶奶的这双舞鞋顺道给带进来，谢谢。来，你也来。李大姐，教他们个简单的。你们可以不用动，基本上保持。看看，你要像去炸碉堡，太硬了。开玩笑哈，谢谢。那既然李大姐功夫如此了得，干嘛不早来非常6+1呢？我不敢。为嘛呀？我因为大伙儿期待值都挺高。我来吧，我就是为了圆今生的舞台梦，因为我始终想展示我的舞蹈。想来啊，又不敢来。那平时我们听说呢，李大姐呢想来6+1呢又有很多顾虑，所以说呢一播出《非常6+1》，李大姐就出门遛弯不看电视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好不好？非常6+1那年啊，开播是2003年的10月26号，那年我46岁。我这一看这舞台呀、真刺激我了，这就是我想要的。看完了以后还老是那种特激动，可是也自己感觉身上好多不足，练就是一个字儿。从我们节目开播的那天起，李淑明就开始了为登上6+1舞台的练习。短发变长发，
眼角悄悄爬上了皱纹，年岁也慢慢地翻过了50的坎儿。李淑明一天也不停下的练习，也一集都不落下的看着每一期的《非常六加一》。太厉害了，高兴！欢迎回来，正在播出的是中央电视台的《非常六加一》。那接下来呢是二号主人公，二号主人公的是组团来到了《非常六加一》。谢谢这些朗诵，有请。在非常六加一的原主心，在非常工作组的专业。哎呀，我多少能上？在一品之下。过去那个六加一舞台啊，就是后边是一个六字，李蓉从那个六字出来。现在可是。后来的日子，李淑明对非常六加一舞台的执着有了一些变化。六加一这舞台，你看现在越来越大，越来越好。可是我这年龄呢，越来越大，越来越老。每个人都想把自己最好的时光留在自己最在乎的时候。眨眼到了52岁的李淑明，感受到了年岁和梦想之间的渐行渐远。这两年我觉得我跟六加一的这舞台距离越来越大，也没自信。后来就这一去年，我这一年我根本都不看，只要一播这个六加一这栏目，就这节目，我出去遛弯去。面对这个想来又不敢来的舞台，或许可以以各种的形式逃避，但是对于扎根在心里的梦想，李淑明说是放弃，又怎么舍得放弃？人这一生只有一次，我不甘心。在这节骨眼上，010北京的电话来了，这时候我当时兴奋的好几晚上没睡好觉，我知道我这梦圆了。李大姐非常清楚地记得呢，的确，《非常六加一》呢是2003年的10月26日开播的，也就是说，李大姐呢一直抱着想登上这个舞台的这个梦想呢，从47岁一直到现在。嘛原因？开始来了，来了是为我父母。因为我父母都80多了，我爱他们。希望在台上能够让父母感到欣慰。是这样，因为父母这一辈子不容易，到了这个年龄没有什么乐趣。我想，我如果要上这个舞台，你们电视台上我家拍我，他们特高兴，好几天睡不着觉。只要他们高兴，我什么都愿意做。我想尽点效益。刚才我们看到了李大姐的第一双舞鞋，10岁穿第一双舞鞋是在1967年。那么来到非常六加一，我们六加一节目组呢也给您准备了礼物。这是我们的工作人员精心定制的银色的一双高跟的舞鞋，我们相信李大姐穿上这双舞鞋之后一定会更加美丽，更加女人。送给您，李大姐。谢谢您，谢谢栏目组。好，李大姐，梦想之门即将为您开启，现在要有请您步入自然堂梦想之门，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祝您好运。
上就和大家见面。好，现在我们有请三号主人公郭涛。郭涛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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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郭涛，为你加油。郭涛所在的加油站在高速公路的出口，白天车水马龙，到了晚上背靠大山的加油站就显得有些冷清了。这样的夜晚，郭涛还要做很多的事情。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唱得不错，小虫子都来捧场。擦点提神的风油精，接下来的活得小心点。我们每个一个小时就要去检查一次，然后看一下有没有人进来，再看一下接口处有没有漏油。有些时候我们在这儿守一晚上，他也没警察出来加油，但是我们必须坚守在自己岗位，因为他们在半夜的时候如果加不到油的话会很麻烦，所以我们能提供一点方便他算一点方便。这是郭涛来北京的最后一个夜晚，下班后郭涛直奔超市，说要给我们带点东西。花椒、辣椒、黄豆、香油。勇哥，这是我要送给你的礼物。来来来来来来来，拿手拎就行。豆腐皮，豆腐皮挺香的。哎，好嘞好嘞。哎，咱还给勇哥留一块吧。这俩小朋友、哎，小朋友，给他们吧，给勇叔叔留一块，好不好？不要不要不要，都给他们吧，都给他们吧。哎呦，都给他们吧，应该先让我尝才对。不是，观众给我投票，大伙儿你投票吗？啊，因为他们能给你投票是吧？对啊，你不投票，你投票我就给你吃吗？你以为他们能给你投票？我要说你点坏话的话。嗯、哎呦。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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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手捏过半天了，你想起我来了你。这豆皮应该怎么吃、啊？就拿手捏着吃就挺香的，就这样。对，一口。对对对。好吃吗？还舔手指呢，好吃吗？是你做的？对啊，其实这次来北京嘛，这个礼物是我最先想送给你，但是我这是我奶奶传下来的手艺，但是我没做好，然后就让我小叔跟我爸帮我帮了一下我忙，就他们帮我做了一下。他们帮？他们帮我？为了你们，你看人忙，你一家人忙活。我拿身上擦就行。哎，我这里有几张这个郭涛的照片，大家想看不想看啊？来看看第一张。啊，这是郭涛，在天安门广场啊。这郭涛，你几岁？六岁的时候。六岁的时候。来，你，我也没看出来。这是我真的假的？真的，在天安门广场当兵。对，这是我。这是你多大的时候？这是我九七年的时候入伍的时候，然后一直到99年底退伍，就两年时间。虽然我当兵的时候就两年，但是我经历过那个澳门回归跟那个国庆，是我特别幸运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辈子的难忘。威风哈，
那郭涛呢，当过兵啊，后来呢做了加油员，在退役九年之后，郭涛又一次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回到天安门广场，郭涛总是会去看看以前站过的哨位。就在下面，这边，以前那个地方就是我以前站过的地方那儿。来到军营，迎接郭涛的是以前的老班长。班长。你好，你好，你好。我不能杀你。这是我以前住过的屋，就是。这是我以前睡的铺，这是。我在这床上睡了好几年，现在退伍十年了，回这儿特别激动。以前我的名字也在那上面，在第四个位置。以前我信心也挺多的，以前。这里有郭涛太多的回忆，眼前经过的每一个兵，仿佛都是十年前的自己。参军。英姿飒爽，很精神哈、能给我们大家讲讲在天安门广场当兵和在别的地方的士兵有什么不一样？站在那个广场，那种责任感一下就油然而生的起来，那种感觉。天安门广场的士兵的军容军姿应该没问题吧？现在我退伍快十年了啊，还有一点那个基础在那。我学你们那个班长，那班长哈。我不标准，你多原谅啊。没事，来吧。我说的你都能听得懂。能听懂。这。向转。向哪儿转？向后转。啊、哦，我听不清楚。你看你们班长不也那么喊的吗？不，那还是能听懂的。你会议时间太久了。没有没有，绝对没有的事儿。再来，这，稍息，这听不懂。这，向左转，向左转，前方等，一二一，连停。向后转，脚步三、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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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进，一连，这边还行啊，那肯定，我刚才说了嘛，有点基础。你觉得我有没当那班长的那个哪个班呢？今天让你当一次军官，训练一下一些士兵，没问题。郭涛，现在这四个兵就交给你了，听我口令啊，操场。前方站，郭涛，你看你训练的兵，不是这个需要长时间练习，就这么说几句话，他们根本就不可能达到。我都会了，那你试试。
啊，传球，开阵。对，啊、那我刚才看想别的事儿了啊。好嘞，再来一次啊，传球，拿下来，是。你没说上肩啊？后枪就三把嘛，最后一把的时候就八，对，上肩了。其实我们只是让大家体验一下，当兵真的是不容易，尤其像郭涛说的一样，在天安门广场，那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尊、一个威严的一个体现。现在，向左转，把枪上肩。目标下山口，起步走。郭涛，你看，服役了，在天安门广场当过兵，现在是加油员。哎，为什么就想起要登上《非常六加一》的舞台？因为我在去年的时候看过一部那个电视剧。叫那个视频突击，里面那个许三多他就说了一句话啊，然后我就觉得凡是那个当兵的人吧，听了那句话之后都会那样的，就说人活着就要做有意义的事情，那么做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为了好好活着，所以我就来了。生活的丰富多彩，是。好，郭涛，梦想之门即将为你开启，现在要请你步入自然堂梦想之门，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祝你好运。谢谢。
好了，那我们也希望郭涛呢今天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谢谢，谢谢。好，那今天的三位主人公谁会是非常明星，马上解释出来。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的非常六加一，我是杨过。今天的非常明星究竟会是谁，要在三位主人公当中产生。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主人公。首先是一号主人公，来自青海的青错。三位表现都非常的好，现在要有劳于在座的各位，由你们来评选出今天的非常明星，请选择。好，那在这里呢，感谢大家的投票，谢谢你们。现在统计结果已经出来了。今天的非常明星是郭涛。恭喜郭涛是今天的非常明星，也要感谢青错还有李书明。这里是非常六加一，既然有梦想，干嘛你不来？